今天我准备上点不一样的彩铅绝活，我要用彩铅画一个尼古拉斯皮比里厄斯王尔德。说明白点。搞错了，再来。就是他，疯狂动物城的胡尼克。首先，铅笔画出尼克的形态，擦浅痕迹，准备深入刻画，用黑色加重五官，画出他狡猾的小眼神。纸巾擦匀小鼻子的颜色，接着用橙色顺应毛发的生长方向画一圈狐狸毛，绿色勾出衣服的外轮廓，棕色画出胳膊和桌面的分界线，继续用橙色根据毛发的生长方向画出内部的毛发，橘红色和红色叠画出暗面区，棕色画出耳朵的尖尖和它欧式的大双眼皮，接着用浅黄色画出脸部的高光，棕色画出阴影，继续用浅绿平涂衣服上的颜色，用深绿加深一下衣服的阴影区，蓝红画出条纹小领带，棕红色画出胳膊，继续用咖色加深暗面区塑造体积感，再用黑色画出尼克的小掌心，最后在桌面来个灵魂小影子，搞定啦！下次还想看我画什么，留言给我，下课。